第二个问题，他如何能看出一个人是从卧道中转生来的？是不是从畜生中转生来的人看起来很愚昧啊？卧鬼中转生来的人很贪，而那种言行不一啊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自己以为很聪明的，那又是什么地方转生来的呢？从天道转生来的是否很慈悲啊？样子是否长得好看？你讲的话没错，是有一点道理啊，确确实实的是这样的啊。这个自以为很聪明，做一套的这欺骗别人的，你不知道这是哪一道转来的啊？很可能啊，这人道再来的啊，也可大多数可能是修罗道来的啊，阿修罗道啊，阿修罗福报很大，没有德行啊，没有德行啊，所以仔细观察了，确实是能看出一点。